嗨，欢迎光临。为什么要这个？谁是陌生人？你不认识他？好好说话。不认识我？我哥应该认识吧。谁不认识？你屁呀你！他跳完就来洗菜。你是废物呢？不是，他的工作洗菜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他也没买东西耶。哎，丸子。他工作是哄他儿子而已。这个最难，可以叫我洗啊。这最难，哄儿子最难。丸子，叫你了。所以你是拿烧鹅上来的吗？我还没啊。你弟去拿烧鹅。那我儿子有去吗？没有，他还在那边闲。I'm pretty sure you're safe, but still afraid.